究，各位家人，各位朋友，大家上午好。过时之前，老宋给大家说一句久违的广告语：送幸福，天天给大家送幸福，请锁定老宋讲故事，你将会有不一样的惊喜，不一样的收获，会有不一样的人生。我们呢啊，刚做了一场莲花超度，在广西为海南的众生。当天晚上呢，我们天眼见证的同修呢，分享了一个他看到的婴灵形象。前面好多故事当中都提到了婴灵，提到了婴灵的惨状。这一次呢啊，又讲为什么呢？不急啊，你慢慢听故事，下边呢有答案。莲花超度啊，会帮助很多的婴灵，是不是所有呢？不是。所以参与莲花超度的同修，如果你曾经堕过胎，杀过子，你的那些堕胎杀子的婴灵有可能被超度，也有可能不被超度，全看两个字：机缘。所以啊，大家千万千万别想着哈、做莲花超度把自己的婴灵都超度走，别这么想。一开始我们就要体悟众生的苦。莲花超度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冤死的、横死的，或者战争中死亡的、无人祭祀的，或者那些失踪的，或者年代久远去了后的，没有后人祭祀，而在外边漂泊的那些孤魂啦、野鬼啦，哎，等等灵性。严格意义上不包含你的家亲眷属，所以说你的目的是为了超度自己的家亲眷属而做莲花超度的，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，发心是救度无量的那些无主灵性。但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要是真正的发心救度那些孤魂，你能不能受益啊？能。你的祖先会不会受益呢？会。你做功德回善，他们呢，由于你功德力的积累，就会更快的有机缘得到超生超度。你去做莲超，你的祖先就有被超度的机缘，或者这次不到，或者下次不到，或者十次还不到，那我们就做几十次、上百次，功德回向，回向给祖先，感恩生养之恩。
回向给自己的冤亲债主，减少障碍。做这么大的法事，即厚德厚福于子孙。孩子们有福报了，不用你每天在后边踢着屁股又打又骂又焦急，不用。自然成才啊，你说学校不好没关系，再差的学校也能出伟人。我们的毛主席当年是长沙师范的，他不是清华北大呀。学校的好坏是外在的环境，我们呢个体才是内因。你的福德功德才是你成就事业大小的根基。大家想想是不是啊？同时大家不断的参与莲花超度，自己和家人就会深信因果，遵循因果，遵循大自然的规律。大自然的规律是什么呢？是道。遵循规律，走正路，那是德。有福报有德行，何愁子孙不成就啊。来，我们继续聊那个不成就的子孙怎么操呢？被他母亲堕了胎。话说呢，在某年某月某日，这个某年某月某日啊，为什么不是具体年限呢？没有必要。就好像我们佛经经常是一时佛在舍卫国与大比丘众1250人居，然后呢点点点点哈哈，有没有说哎，在公元前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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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间，哎，几月几日啊？那到底是藏历了佛历了还是公历了农历了，就不用计较这些东西了。也必须想它到底是现代的还是古代呢，还是史前文明，还是另外一个国度的事情，都别去想，就是这么一件事儿。天眼看到的这么一个场景，我们如实表述出来。话说在那么一个年代，这对小夫妻呢，对这个性别看得特别重，或者喜欢男不想要女儿的啊，如果喜欢女孩呢又不想要男的，总之呢有自己的个人喜好。于是乎呢，不知道哪里遇到了这么一位高人，高不高咱不知道，为啥呢？我们也没去鉴定他这个性别到底算对了没有。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堕胎了，而且极其残忍。展示的场景是离出生还有20天，
就说这个孩子呢20天之后那就是瓜熟蒂落。在20天之后呢，本来要接受这个世间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，在人间参与这场洗礼，很无奈，他没有等到。没有等到啊，即使是孩子早产，他能不能活完全可以啊，就差20天了。如果是早产，无非是身体不是太健康，如此而已啊，保住性命那是没问题。五脏四肢骨骼全部具备，生命体征俱全，健康，意识已经入胎，就是说灵魂已经入胎，做父母的同修，大家看看身边的孩子多么的活泼，多么的可爱。如果这些孩子将要出生了，还有20天就要出生，你把他们杀掉是什么感受？你能看到他们吗？同时你再想一想，你虽然没有这样去做，你有没有在孩子3个月、2个月、4个月、5个月的时候堕过胎、流过产呢？我想听故事的大部分同修有过此经历吧。别拿种种理由来搪塞，说什么很多人都堕过胎，有的人比我堕胎多得多得多，哎，我才一胎两胎，有的人多5胎、6胎、7胎、8胎，又怎么样？思路错了，错在哪儿呢？你怎么不和那些好人比比？你怎么不和人家不堕胎的人比比啊？你杀了人去了监狱里边让你忏悔认错，你就说哦，我才杀了一个，哎，监狱里边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，你是不是还觉得挺有功啊？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罪业还很轻啊？将心比心，如果在10年前、20年前、30年前、40年前、50年前，你母亲选择把你杀掉，你什么感受？你就说了，哎呀，在母亲肚子里边我能有啥感受，我都记不得了。记不得就没有感知了吗？一样有。我们小时候或者长大以后，中间有很多的细节你都记不得了，但是在记不得这段思维当中，你当时就没有感知吗？一样有啊。忘记了不代表就没有。如果你的父母剥夺了你做人的权利，你怎么着？我们的人呢、进入一个误区，总觉得呢出生以后这个小孩被拐卖了，或者父母把小孩打得遍体鳞伤，哎，你就开始谴责了，把道义站得高高的，哇，这个人简直是
哎呀，畜生不如，怎么能这样教育孩子呢？啊，甚至西方的一些所谓的教育家说，哎呀，你们这些东方的教育和这些体罚，要和孩子做朋友，哎，不能体罚。我就想说呀，你不要假慈悲行不行？你堕胎的时候把人家的命都要了，你咋没有说给孩子做朋友呢？我们东方的教育体罚是可以的，但是是适度的。就像和小树一样，你说我要和小树做朋友，小树那一个长弯了怎么办？不纠正一下吗？这个小树枝长了那么多，你和小树做朋友咋样？这个小树中间那么多杂乱无章的这个残枝不需要修剪吗？真正的朋友是错误的时候你要指出，甚至在关键的时候怎么着，采取不同的办法来帮助他，不是一味的好言相劝，鼓励鼓励鼓励，不是的呀。孩子太自卑不行，太自信一样不行。现在的孩子就太自信了，成了傲慢，总是我是第一我是第一我是第一，都是第二呗，就你第一。当自己的身姿变得很高大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已经无法容纳更多的知识了，都是第二啊，就你第一啊。你会向别人学习吗？不会了。三人行必有我师，这是我们老祖宗的教导啊。他并没有说三人行里边一个是孔圣人，一个是太上老君，哦，有我的师父，也没有说哎，这是孔圣人，这是释迦牟尼佛，是我的师父，没有吧？也就是说这三个人当中也可能对方就是个傻瓜，智力不正常。即使对方智力不正常，你敢说你一切都比他强吗？不敢吧。我们经常说上帝给此人关上了一扇门，自然会留给他一扇窗。他即使有99项的缺陷，那么他也有一项是你无法企及的。如果你实在无法找到人家任何优点，那么我就给你找两条。你会发现那个啥呢？傻人喜事多，哎，永远热呵呵。大家发现了没有？你认为他智力不正常，他永远是脸上笑呵呵的，你骂他也笑。这种乐观的态度我们要不要学？如果说你不想学，好，你可以，你会经常发现一些呢
这类人呢，他冬天穿的也很单薄，夏天甚至穿的很厚，但是你见他们很少生病。体质可能比你好得多，你要不要学？要学呀、啊。总之，你仔细的发现，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优点，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缺点。我们总不要高高在上，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。这个教育就整体的失衡了。与堕胎杀子相比，我们教育孩子当中打一下手心手背怎么了？对一些冥顽不灵的孩子打他几下屁股怎么了？怎么就不行？我们适当的体罚，适当的，记得哈，永远不可以超过这个度，我们古人很讲究的。老师打学生打的是什么？手心。耐打嘛，皮儿厚嘛，不容易受伤嘛，但是你依然能感觉到疼嘛。别人打了两下孩子，教育自己的孩子，你在那儿假仁慈，自己堕了几个胎不去想，还一味的哎觉得这个堕胎哎有情可原，是国家政策，国家政策，你怎么没有适当的采取避孕措施呢？实在是不方便要，呵，这个时候都有理由了。别人踢自己家孩子两下屁股就不行了，看到别人的错，看不到自己的非，是不是啊？好了，我们继续聊这个那个故事哈。镰操当中我们发现是什么呢？离出生20天被堕胎了，但是他采取的堕胎方式呢有点奇特，怎么着呢？大卸八块，用我们现代技术来说，如果怀孕3个月4个月这种形式是正常的，超过一定的月份就不会用这个大卸八块这种形式了，往往是利用的是方式是引产。对不对啊？可是这个案例当中没有。为什么这个一个案例老宋还重复讲一个故事呢？是因为老菩萨开示啊，说呢这种状态的堕胎众生不太容易理解，尤其是现代的医生，都知道到达一定月份了是要引产啊，不是用这种模式。因为我们是正法，我们要弘扬因果，就要通过故事的模式把这件事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。
感谢菩萨慈悲啊，我们弘法过程那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啊。末法时期行道难，难于上青天，稍微一个不注意就能被人骂半天。菩萨特别提示，那老宋就不得不在故事当中与大家分享啊。但话又说回来了，堕胎的有符合常理的，也有就不符合常理的，对不对呀？咱们抛开这件事情不谈，老宋和大家唠扯唠扯。前段时间老宋看了一段视频，怎么着呢？是在警察的监督下，那几位阿姨从厕所的那个垃圾桶里边救出一个婴儿。这不知道是哪一个无知的妈妈那么狠心，在厕所里边把孩子生下就走了。你说按常理谁会这么做？亲还来不及呢，他会把这个妈妈就给把孩子就给扔到这个垃圾桶里边吗？当时看这段视频的时候，这个小婴灵被救出来的时候居然活了，命大呀。这个在常理之中吗？不在。在常理之外，谁说不在常理之中就不可能出现呢？一样出现了。也就是这个故事一样，我当时问菩萨，这个见证是真实的吗？是真实的。既然是真实的，我们如实的来说有什么错？没错。可是尽管如此，也有人不理解不明白啊。总之呢，你就是瞎编乱造的，你就连医学常识也没有。谁说就没有意外呢？我打个比方说，哎，假装现在一个小青年，哎，换了个小学生，呵，怀孕了，他不敢告诉家人，哎，自己呢也不懂，哇，肚子一天归天大了，去大医院比较贵，找了个黑诊所，这个医生又不咋地，又是个庸医，庸医自然是庸医的办法嘛，就不给你引产，就用了这种非常规的模式把孩子的剁了，能咋地？你能说用这种模式，这个生育的这个母亲就一定死亡吗？不一定啊，就好像这个十层楼，你说哦，这个十层楼掉下去以后就会摔死人，这是一般情况下会摔死，但是你敢保证每个人都摔死吗？不一定，有的从飞机上掉下来没带降落伞还没摔死的有没有？有。对不对啊？很多东西都是不符合常理的。任何事情都有不同的解决方法。
关键看这个人的心性与手段以及传统。比如说在城里边，一个人手破了，和那得又得消毒，用的碘酒什么什么，又得包什么包扎一下。从小时候老宋压根就没遇到过这些，受了伤了、流了很多血，不敢告诉家人，拿起一把土往上一抹，我们当地叫流河土，就在墙上。哎，下雨天，哎，流河的时候呢，会有那个流水的印子，然后抓下这个土来以后呢，往头上一抹，也不发炎，他就能好，不符合常理吧？你不是说要感染吗？我们那边人都那样，没人感染。谁说你这个医学就一定是对的？学西医的同学会说你们这是愚昧，可是你要想想，西医诞生多久了？西医诞生之前，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，他们几个有碘酒的，有纱布的，他们受了伤怎么做的？各地儿有各地儿的土办法。如果咱们再假定这个孩子在那个时候压根就没有引产这种概念，你可以说医学落后，但人家就采取那种落后的办法把问题解决了。怎么着吧？任何事情啊，都有我们思维面呢涉及不到的地方。我们所掌握的点知识呢，只是宇宙中所有知识的九牛之一毛，再把那一毛化成九牛，再来一毛。太有限了，别太局限了。见证，我们只是把我们真实看到的东西描述给你，这就是我们的任务。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宇宙之大，无奇不有，什么样的人他都有。你说每个人都应该知人知孝，孝敬父母，可是有人就把自己的父母给杀掉了，杀的方式还异常残忍，不符合常理，但这就是事实。但换句话说，虎毒不食子，老虎都不吃自己的孩子，而我们人还不如老虎，一年杀很多，不以为耻。我们都是畜生不如，符合常理吗？不符合。但是你觉得不符合吗？哎，经常沾沾自喜啊，是好像都这样干，都这样干，你就可以这样干吗？不要总以为法不责众，没有的事。因果是公平的，即使是法不责众，也注意，我们地球人只是整个无量空间当中的一个小点儿，13亿，那是无量众生当中的九牛之一毛，你并不代表绝大多数众生。请问你还敢去杀吗？敢去剁吗？不要与坏的比，不要学坏的习惯，不要总以为啊，大家都做了就没事，错了。向圣贤人学习。
为什么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啊？因为少数人是圣贤。我们不能成圣成贤，但是我们要立志向圣人贤人去靠拢，而不是说破罐子破摔，别人下地狱我也下呗，啊，别人堕鬼我也去呗，别人当众子我也去呗，这样哪可以啊？六道轮回这啥时候是个头啊？今天这个故事呢，就是给大家说明一条，我们以后的见证当中会出现很多不符合常理的事情，这个时候也请大家不要大惊小怪，不要用自己已有的那么一点点知识来衡量整个宇宙。不符合常理的事多，很多，非常多，这个常理只是你认为的常理罢了，我们所经历范围之内的常理罢了。归根到底一句话，还是我们的知识面过于浅薄罢了，或者见识短浅罢了，如此而已。通过这个故事呢，也期待众位听众和同修呢，能客观的去看待每一个见证。我们只把自己看到那部分真实的还原，但我们都会请求菩萨告知这个是否是真实的影像。也就是说，既然给你写出来了，也就证明它是真的。观的真实的反应，这是我们的使命。所以呢，大家呢放开自己的心量，更多呢来接纳这件事情。当我们事事在考虑大众的认知的时候，你就可能得到的讯息越来越少了。一万字的文章见证，可能留下的只有一千字了，很可惜啊。好了，嗨，今天的故事呢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。看着老松说故事的时候那是铿锵激昂，哎，但是大家记得老松那是对事不对人，可不是在发火也没生气，这是表达老松哎，一种认知，一种语气，哎，一种强调，仅此罢了。如果老宋的故事能对你有一点点的启发，不要吝啬自己的一点点流量，请多多转发。法布施，功德无量。还是那句话，小手一抖，莲花到手。阿弥陀佛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也将此将小故事的功德回向给诸位善知识，回向给所有听小故事、转发小故事、随喜小故事的师兄朋友啊，及一切众生，愿大家家庭幸福，人人呢开心，早日证悟成佛，人人回归极乐佛国，阿弥陀佛。